有雷有雷，乌龟进来，没上，炸完炸完，打了二楼打打一个。这个，楼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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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听到楼梯。应该在哪？有炸到有炸到，右边的地方。我这里呢？你看他的阳台屋，我看他丢雷，他怎么没有滚下来？你别知道我脾气很高的哈。那个火丢到我都不会这样，真的。反正我心里有想到，干是不是会丢到你？就你已经先预设好了，就很有诚意。没有，因为我想说，哦，预谋犯案不是，因为我之前就有测这种东西了，不知道到底会不会那个。这样之后就不太会那样丢，不会那样丢。我通常会比较有脾气的时候，都是那种在大家气氛已经不好了才有脾气。跟着逃是不是？哦，就是当下那个打到后来那个环境气氛不对的时候，我才不爽。在那个时间点被丢到，我才不爽。哦，还是来模拟训练，压起来咯。但感觉模拟不起来。啊，这有一次是打什么忘了，忘记周杰还是沙小。我有一次雷丢到我，就那时候气氛就很差，然后我其实干嘛气氛很差，然后那一次我就很火，那他妈这到底什么雷？又是你二一，又是你，人都不见啦，什么人都不见，有枪声啊，人都不见，哎、欸，有秒车，放灯过来。活下活下，黄标，我不知道怎么停哦，他没声音了。没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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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再往前面，我收网。停刚好，四个四个。好跑啊！那双方不同，不同队。